对，刚才那个林市长这边有给我电话，那我建议他先哈，当然先裁剪哈。那第二个可能就建议他先居家隔离3天，再裁剪，然后再来做判断。本土案例哈，在今天这14例哈，14例里面哈有10例哈，10例是啊，在一个工厂的哈，在新北的一个工厂的一个群聚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有3例哈是在基隆，好，3例在基隆。那这3例的基隆，我们今天早上查，好像这里面刚刚又通报又有增加1例嘛，好，又有增加1例，好，所以这3人哈是有一个人呢跟哈2位友人搭一起有吃过饭。好，那现在详细的疫调还在进行，不过这一位。2596哈，是一位哈警察的同仁，哈是一位警察的同仁。那刚刚又通报哈，他的同事哈又有一位是确诊，啊，那因为这位同事昨天晚上有参加基隆的哈一个颁奖典礼，好，那有授奖，好，那跟这个林佑昌市长啊有这样近距离没有戴罩的接触拍照。好，所以刚才那个林市长这边有给我电话，那我建议他先哈，当然先裁剪哈。那第二个可能就建议他先居家隔离3天，再裁剪，然后再来做判断。